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房车情报。今天呢，小淼要为大家介绍一款宇通新款的皮卡房车。这款车呢，也是宇通准备新发布的一款与纳瓦拉汽车同底盘、同车身结构的一款皮卡房车。那同时啊，是兼备了房车的舒适性以及越野车的功能性。它整车呀是采用了郑州日产瑞奇6底盘，外观尺寸上呢，长是5米99，宽呢是2米22，高度呢是2米99，国六的排放标准，满足蓝牌 Saber 的驾驶要求。这辆宇通皮卡房车搭载了 2.3T 的日产雷诺发动机，匹配采孚 8AT 变速箱，最大功率啊120千瓦，峰值扭矩呢是380牛米。整车的外观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十分的硬核时尚，整车喷漆橙蓝相间的配色啊，看起来是十分的年轻与活力，非常简洁的这个流线曲面设计，看起来车身呢是轮廓分明，非常的帅气。车辆右侧呢是配备了 2.8 米的手动遮阳棚，那这个轻量化的车门啊，和整个越野主题都是非常吻合的，在使用中呢也不会觉得笨重。咱们再来去车内看一看啊，可以看到整个车辆中控的设计呢还是比较具有时尚感的。那在电路方面呢，是配备了有3000瓦的逆变器、800安时的锂电池以及7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。咱们呢再来后边看一看生活区，整体呢生活区都采用了一个现代的设计风，看起来呢是比较简洁比较干练的，利用了大量的氛围光的设计，和整个车内的主题比较一致比较吻合的。同时呢还应用了一个无主灯的设计，这个呢也是近两年新出来的一个设计理念啊，可以呢让人感觉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亲和感。咱们呢再来一起看一看额头床，1.8×1.4米的尺寸呢，睡两个人休息是完全可以的，双侧都配备了有推拉窗，都保证了休息之后的一个通透性透气性，在旅行的时候呢累了，在这张舒适的床上休息一下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直流的变频抵制空调呢，也是既降低了噪音又增加了续航的时间，还有一些像双层翻折式的鞋柜啊，以及门头上方的电源开关、触摸屏、四路监控系统的布置呢也非常的合理。门后呢配备了有85升的冰箱，上部呢是增加了一个分体式设计的储物吊柜。会客区呢是配备了有双人对卡座沙发，舒适性非常的不错。侧墙的装饰条呢也符合车内整体的风格。卫生间配备了进口赛特福德马桶、洗手池、花洒，还有梳妆镜啊、晾衣杆、换气扇等等，这些设施能够满足咱们日常的使用需求。室内的厨房区呢，水龙头还配备了有冷热双管的水龙头，冬天洗碗呢也不会觉得冰手了。水路方面呢是安装了150升的净水箱和60升的灰水箱，车内的暖风热水系统可以满足寒冷环境下的用车需求。整车呢还配备有5000瓦进口韦巴斯特加热器以及5000瓦风管式散热器。总的来说呢，整辆车呢外观时尚，动力硬核，瑞奇6底盘累计经过100万公里可靠性和耐久性试验。宇通皮卡房车整车经过3000公里国家级试验场可靠性验证。那这样一款底盘性能好、长得又好看的车，你有没有动心呢？更多资讯欢迎关注房车情报。那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